喂，大家好，听唔听到只雀仔喺度系咁叫，几好唱口啊！我见到佢，但系而家我要慢慢过去咧，先影到，惊吓亲佢嗱。听咩啦？系嘛？喺棵无花果树里边，啊呢只咩雀啦？几好唱口。不停的喎，咦？係咪豬屎炸咧？有啲似個頭，咁樣有個角噶嘛？即係要睇埋個屁股先至 confirm， 係嘛？個屁股紅色噶嘛？不過個頭感咧都係好特別嘅。應該是豬屎仔的，唱了很久，真的很唱口，是吧？你看，啊，挺好唱口。啊，這烏鴉叫幾聲，它好像停一停，是吧？啊，聽到烏鴉在叫，啊，它就，啊，收斂了。驚被烏鴉發現係嘛？嗱，越嚟越細聲，啊啊，食格食格係嘛？嗱，越叫越細聲。哦，走啦～